馕在新疆的餐桌上必不可少。用当地人的话说，宁可三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馕。吐鲁番位于新疆天山东部的山间盆地，这里瓜果飘香。这里有火焰山，库木塔格沙漠，葡萄沟，高昌故城，交河故城，神奇的自然风貌和悠久的历史相互交织。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在古丝绸之路上，馕是古代商人必备食物，而馕对于现在的吐鲁番人来说，不仅仅是食物，已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在吐鲁番维吾尔族农家中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。打馕既是生活的需要，也是一天的开始。打馕师傅将面团在案板上摔打，用手推出形状。木头雕花模子在馕饼上扎出一圈一圈的花纹。抹上芝麻和清油。将馕甩进馕坑里，精准把控馕坑烤制温度是打馕的至关重要的环节。在高温的催化下，馕会变得金黄酥脆，浓郁的麦香扑面而来。在吐鲁番葡萄架下凉床上，主人端来厚厚的一箩馕，烧上一壶清茶或奶茶，招待远方来客。如今吐鲁番的馕从主食变成了一种特色美食，成为了吐鲁番的特色名片。